此眺望后，我关上深夜的窗，在地球另一边的某个地方，有人默默地把窗打开了，有人默默地把窗。说不出是冷漠或热情的那人的脸，全然地朝向我，我暗中给他祝福。他也许是是否轮到我守护他夜眠了吗？轮到我漫无目的在他夜里彷徨的人，说不出我和他常常见。